有請B粉同Tyler，呢份係一位神作建築師，佢以前身形纖瘦，著衫冇睇，TR90計劃之後，幫助佢增加肌肉比例，脂肪率減咗2%，腰圍增加2cm。Nine是前工程繪圖工作，工作壓力大，令佢成部定時體重急升，但透過 TR90計劃之後，體脂減咗7.5%，腰圍減咗5cm。而家呢？ 都學識正確嘅飲食習慣，佢哋最滿意嘅係身形都一樣 keep 得到啊！肌肉型嘅身材，你哋羨唔羨慕啊？之後掌聲有請 Leo 同阿 May。Leo 係一位攝影師，食步定時令到佢有個大肚腩。TR90計劃之後，腰圍減咗 10cm， 體脂減咗7.5%。阿 May 係一個文員，雖然自瘦，面貌活潑，但一直都。 2%，腰圍減咗6cm。而家佢哋最開心就係隨時隨地着到自己中意嘅衫，新年好彩，唔使再衣櫃坐凳又得啦。擺脱同志裝，你都可以。我唔想影相啦，俾你，拋曬你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嘅至愛二人組。 首先歡迎 Alex 同佢妹妹 Rebecca。Alex 以前因為身體不適，好少做運動，體重不斷飆升。但係透過 TR90計劃之後 ，Alex 減咗7%嘅體脂，腰圍減咗7.6cm。家私人齊齊代表公司測量。之後落嚟有請 Terry 同 Ivy。Terry 從事金融業工作，壓力好大，又鍾意食甜品，令到佢身形走曬樣。 TR90計劃之後 ，Terry 減脂10%， 腰圍減咗5cm。老婆Ivy唔多轉飲食，以前基本上係零運動啊，但係因為 TR90之後，佢體脂減咗5%， 腰圍就瘦咗10%。而家佢哋運動同飲食習慣都可以同步，生活更加健康，感情仲比以前更加好啊！俾啲掌聲佢哋。之後掌聲歡迎 Jimmy 同 Joanna。 從事家族生意嘅 Jimmy， 而從時尚一直想有肌肉型嘅身形，著衫可以更加好睇。TR90令 Jimmy 減咗10%體脂，腰圍減咗5cm。而老婆 Joanna 以前體型肌肥，身外生多經驗，就唔好啊！其他人仲以為佢大咗到添。TR90計劃之後，佢減脂6%，腰圍仲細咗18cm。 而家 Jimmy 成功帶動祖娟兩個一齊堅持健康生活態度，生活仲多咗好多樂趣啊！你哋想唔想要？我哋最後有請Elaine同佢老公 Steven。Elaine 係兩個小朋友嘅媽咪，有多數媽咪嘅煩惱就係有個減肥減唔到嘅肚腩。透過 TR90計劃之後，佢體脂減咗7%，腰圍減咗20cm。 佢老公 Steven 熱愛美食，但之前甚少運動，身體都略為疲勞。TR90計劃之後，令到佢體脂減咗1.8%，腰圍成功減咗7cm。佢哋而家都好滿意自己嘅身材，生活更加健康，身邊人都好羨慕佢哋嘅變化。你哋三親嘅。